马上要开始那个决赛了啊！这边决赛，他这个 Josh 玩在对面，对，还有他那个太太在柱子旁边啊，所以他们在等对手。然后那边的第三、第四名争夺开始了，电牛和他的队友，对 Jason 和那个 Brian， Jason 和 Brian 的刚才1-3，可惜输掉了啊。那我在播决赛之前呢，现在第三、第四先看一下。等一下，我们邀请那个 Kyle 来播一下决赛啊。我上次他讲的，李浩，你要不要来助播？忙活一点。李浩。李浩带着那个队友，他们相对比较弱，他们是好像最后一名，就是那个不排名是最后一名，我不知道他这次名次是多少。这几个人都是以搓球为主的打法啊，以搓球为主的打法。你们快点开始吧，他们那个冠军都要凉掉了。你在录像啊？对，我在录像啊。那我们直播啊？没有直播，因为那个我的账号不能直播。而且直播也没什么人看。那你这在干嘛？决那个我录像啊，我到时候放 YouTube 上去啊。决赛开始了，我们这个角度是不是好一点？这个角度可以看一下那个两场啊。搞宣传的。我是义务宣传。哎，开快点！这个我就把这个录像机交给你了啊。你解说太好了。没有，我解说不好。因为上次那个反馈人家都特别好，所以一定要。对啊，你看我这个是专门扶相机。这个没有，我这人都不认识啊，我只知道对面的。啊，那个叫钱威。这个就是什么叫一榜，什么一榜，什么叫钱威跟一榜。反正、就是、对面是 Justin 跟 Cindy 啊。我也好久一榜，就是一榜过那种。Justin 2400分了。是啊，2400啊。对，2400。以前我一直以为他是2000了。没有，他2400分。以前 CDTA 打得很前面的，南加大的。啊，因为后来他复出那阵子不是可能状态一般吗？是不是、啊？我觉得那个手上功夫应该都还在。都还在啊。对，所以就是高分带低分嘛，所以创造一个机会。打一板、对，所以高分发球的时候得分，高分接球的时候得分、Justin， 然后另外四分只要占上风基本上就赢球，而且其实我觉得高分发球只要能接球的人把球给搞过去，其实你就有30%-50%的概率可以赢、你们打他们结果是多少啊？2-3就1-11。2-3，哇，那你这么就是太可惜了、哦。对，就是要等就是弱的那边回球之后，那一板就要上车，如果没上的话就没有。哦 ，Cindy 换了一个长科在反手，他现在改打削球。哦，改打。哦，那这样那机会不好抢。削球，我觉得对手像3200水平的也不一定发场了。对、就是发球的时候，对，得能控制得住，不能被他对方爆了。对，发球就是要低要短。那 Justin 发球看能不能得分，或者是创造机会、只要接过去，对，有了，就是、这样。哦，有了。对，发球没得分。前卫他左手。然后第二个人可以跟得上，能够拉到。对，就是如果发球没得上分 ，Cindy 就要扛住，就是不要让对方上手，再回到 Justin 上手才会得分。这好像是一个空球，还有一个炫。哇，这球好壮啊！要吃，对啊，这球真好壮、所以 Cindy 扛一板，回到 Justin 你要上，这样的话就得分。漂亮 ，Cindy 抢攻。所以你不要小看 Cindy 啊，人家两个得分选手，人家宣公章也有他的一半 ，OK。这个发球比较低。
我觉得他这个有点运气，这个控的也挺好的。对对对对对。现在接 Cindy 的发球，可能要上手，不上手要摆住，不然的话 Justin 上手就丢分了。哦，这个有成。这个对手好像，我对方好像信心不足啊，我觉得接发球这方面也。这个是。对啊，看到对手太。对他这个球不好摆，球蛮低的，而且是半出台。发给 Justin 可能就是发个只要够低，不要让他上手就好。失误啊，这个有点冒犯，但没有打进 Justin。那你要冲一个场。靠，你三千八爆了没？爆了，3800、4200都爆了是吧？对对对。哦，对，我看到你了，你3800那个可松嘛，老搭档了。那你4200跟谁啊？4200跟吴越达，就坐在那边。啊，那今天要不要陪我们练一下？你是？我跟东方，我们爆了3800，我们4200降级陪我们练一下，好不好？他没有带球拍啊。啊？吴越达没有带球拍，他是来看比赛的。他不带球拍，来球馆不带球拍。他来看比赛，好球啊！那你借他一个。他也没带鞋子，他穿拖鞋。我觉得太险了嘛，你到球馆来穿拖鞋，不带球拍。他来看比赛的。那看比赛的顺便可以打一下吗？有抓到机会。对，像我就是穿这样，想说如果有机会可以打就打。对啊。他们就是没有抱着这个，没有想说可能会打球。说明这个对球可能没有那么爱好啊。这个我不好说。听说你赢了，听说你赢了24节陶文章的课，你听谁说？我不知道，但是就是听说，没有，就开玩笑，开玩笑，一把就赢到了24节课。陶文章不一定能实现嘛，他就说没时间。开玩笑，我也没找他，没找他。对，我就说找他就吃饭了，没什么好练球的。刚刚又让 Justin 上手一回啊，这个可能要在 Justin 打之前先请上手。这个信心不足，这一第一局就完了。我跟他打的时候就跟你打的时候一样，我就反手拍球就是被各种挑啊，各种弄是吧？对，我都，但我发现就是，你们俩都是台湾人啊？哦，不是，你太太是台湾人，太太是台湾。那个我都得，后来发现就是，如果你长短稍微结合一下，即使他长就是他不怕，但是我觉得他就不会说一直趴在台子上等着你。交给你了啊，交给你，我去里面看一下啊。好好好。对啊，一般来说就是我们先让你们觉得长球不能发啊，所以你就会一直发短球。那发短球，我就会在早点，很早的点去摆那个球，这样的话威力就会更大。对。对，所以不能被吓到了，对，不能被吓到了。对对对，我觉得就即使你能拉得上，我也得发长。对对对，要牵制，要牵制。Cindy 发的这个球回了一个空球 ，Justin 打出界。Cindy 用长科发了一个球，所以回来的是空球，然后 Justin 就上手了。现在 Justin 接球，尽量可能不要发给他长球比较好。哎呀， Justin 失误，这有点低，这球半姿台有点低，可是 Justin 造成 Justin 失误了。这个触网球。发球够低的话，控制住 Justin 回来的那一板。上手就有机会可以得分。对，他真的。Justin 想上手，没办法。哦，这很沉啊，这很沉的球。看看下一板会不会发一个空的空球，制造机会。对。哇，策略可以，一沉一空。
这个基本上概念没有错，是要抢的，只是没有抢进。应该是要再用同一个策略啊，发个短球或半出台，不让辛迪上手，但辛迪有可能会用长客去克。哇，发高了这球，被抢了。辛迪发球，没错，他反手很强。哎呀，可惜这协助台其实可以上手。啊，这个劈到没有砍到，蛮下线的。现在又回到加斯接球，加斯可能要抢。这个长球不是很适合啊，可能要发个低一点的半出台或短球。这看起来是空球。又冲一个，连续触网，长球这个加时已经有准备了，肯定会冲，切一个回来，哎，急了，这球急了。加时其实已经站在右边了，慢慢拉个反手位，可能可以得分了。空球上手，这个像是发球毕竟是2300的水平，如果长球的话应该还是要上手比较好。这应该是一个空球，但是有被摆住了，所以成球没拉进。不要发高，不要被攻击。这个已经2-0了。旁边人说没悬念。我们当然有四约挑战 Justin， 你再把我们 coach 一下，这样。哦，在录。不是，这失望的。哦，失望。叫我解说了，叫我就讲一下，你要讲吗？可以讲。这是2-3-4我们就一开始就遇到他们了。你讲。Justin 接球。半出台，空球，但是被挑。哎，好球，好球。这个有衔接上，有准备。可能发球要再低一点点，加时你才不会抢。撇了一个，这个没有准备啊。加时发球，长球应该比较猛，这个很沉啊。这个可能已经超过可控范围了。还有一个空球。Cindy 其实应该要发力，就是我发 Cindy， 看起来要冲长球，好，成球够低了。这两球球值都蛮够的。身体发球大概是创造一个机会给 Justin 攻击啊。这回球质量不够。这个也是空球，但是 Justin 打丢了。又高又长，这个不是个好策略啊。来一
这其实够低了，但 Justin 还是差一点，只输两分，差点赢。我要怕那个场就赢了。Justin 可能又冲个长的有球质哦，哦，这个过程接回来蛮可惜啊。对方因为是长焦啊，所以下旋回来的是空球上旋打出去。哎呀！哦，断了，失球了。他们好像说发球有插网。我们在掉。你们现在打比赛？打完了。这冠军，冠军争夺。3-2。哦，这球很低呀、啊。这个回来是机会球不掌握。关键时刻啊！你看见没有？你没有固定点啊？有没有固定时间的？没有。我觉得这个应该要有侧身的，对，这个刚刚那是机会球，应该要侧身上场。可是这个用反手摆了一个给 Justin 机会。如果出台的话，可能用正手上手比较好一点。这个摆得够低。这么高兴，感觉好像赌神。发球不要冒高就没事。取了一个，结束，结束了。你评论的很不错。还好吧，我觉得不是不是不是，神预测，神预测，神预测。看起来是真的结束了，恭喜 Justin 跟经理。没得打啦，这个。他们还在打吗？还是打完了？好舒服，你们打的都难解。